底材料，也就是木耳以及这个核桃，这两样东西呢，制造出两样截然不同的菜，还有一道是汤呢，由我们的梁老师带来的眷村炒饼。对上高美总监呢，百俊鲜鸡汤。哎呦，这两个听起来都好想吃哦，到底在怎么选呢？你们可以先近距离的瞧瞧啊，瞧瞧，我的香，瞧瞧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一二三，请选择。哎呦，大家都想要吃这个炒饼呢。眷村的这个魅力还是蛮好的，没错没错。好的，但是当然还是要请我们的梁老师请出题。对，我们这么多爱吃的朋友，常常还是要注意健康了啊。那么到底吃什么比较容易上火？铁板牛排，在铁板吃啥啥啥，哇，那个火够大了。一个冰的荔枝啊，另外一个烤的地瓜，还有一个炸冰淇淋，冰淇淋炸的，哎，比较容易上火。它其实好像都很接近，你看火最多的是铁板烧，荔枝也上火，荔枝上火，但是它冰过啦，对不对？烤的地瓜，不吃皮也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啊？好，来你们来选择一下吧。好，选一铁板牛排的，麻烦请站在梁老师这边。在铁板，火很大，你们不没有？哦，二冰荔枝，那我选冰荔枝。冰荔枝，好，选二的在这，来，只有一个。两位，啊，冰荔枝，还有三位，冰荔枝，好，冰荔枝，三烤地瓜，烤地瓜是谁？没有，所以你们就是四炸冰淇淋。对，究竟吃什么容易上火？是铁板牛排，还是冰荔枝，还是烤地瓜，还是炸冰淇淋？冰的荔枝，所以刚刚冰是障眼法，但荔枝是这里面所有东西最上火的东西。所以老师是这样吗？荔枝本身就是上火的东西，冰过更上火。我跟你讲，就我个人来讲，我吃荔枝吃到流鼻血。你是吃完一串的吗？不是一串，反正就因为一般人哈，燥气的是比较燥的时候，回到家里面啊，从那冰箱里面拿了冰荔枝，哇，多过瘾！你想想看，那个荔枝冰的剥了壳，哇，喷汁一咬下来，哇，那个汁在喷的时候，越吃越香，越吃越香。你哪里吃一串、两串都把它吃掉。当我吃第四颗，哎，怎么搞得黏黏的、湿湿的，还没感觉。吃剥第五颗之后，有滴番茄汁流出来了。吃到第十颗，你就会觉得痔疮长出来。但是冰荔枝还是不要吃太多的哦。恭喜三位。然后当然呢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呢，如果你猜到跟他们是一样的答案的话，你有机会得到我们的都市环保便当组今天要带的是老师的炒饼。好，请享用三位豆干、炒饼、银耳还有核桃。好羡慕，香味儿可以吗？啊，口感如何？那翻一下都有香味。你看他也出来了，我们妹妹已经，他已经不讲话，我们妹妹已经根本不管讲他冰棒。哎，自己吃嘛也。运成老师需要水吗？那绍兴酒帮我倒一杯，有没有？就是好香，非常啊。嫩芽咬起来又脆脆的，然后那个豆干是不是五香的？好好吃哦。好香哦！它豆干不是五香，豆干是老是炒出来的味道。不是真的，反正就是好好吃，我不会讲。然后那个饼跟那个，对不起，我要继续吃，这我觉得可能就是加绍兴酒，太好吃，加绍兴酒那种香味的效果，每一个食材的香气都出来，要不要腻？好的，这汤看起来超营养的，也好香，对那种。熬煮整个蘑菇的香味，大概十分钟的话，整个菇类的多糖体它都会释放在汤里头。鸡肉煮的，菇的汤好甜哦。你刚刚鸡肉煮多久？鸡肉的话，如果是去骨这样子的大小，大概就是三分钟，然后小火三分钟，很香。这种一口面对它，真的不一样。好嫩，好嫩哦，对，好嫩，对，不要再穿烫了，对，不用再穿烫了。那你刚刚说如果冷冻还是需要？冷冻可能，那冷冻可能就要就是快一点。哇，天哪，这汤好甜哎，超甜的，它那菇类的汤，菇类的鲜甜，对，鲜甜，而且它鸡肉真嫩，它要记得不要菇肉放下去就放盐巴。要最后啊，已经焖好了，炖好了，它的鲜甜味全部都释出了，再撒一点盐。而且你知道它这个鸡肉不止嫩以外啊，你咬下去是吃到，也是咬到那个菇的汁都进去了，那个甜哇，好吃哦！这汤好好喝，真的，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，因为一般你煮鸡肉下去，其实它上面会有一层油，不会，可是因为它有菇类把它这样对多糖里它会把油脂油腻给解掉。你们没选到这一道，可惜，太赞。
哇，谢谢两位主厨带来这么棒的食材，也这么棒的料理方式，教导我们的观众朋友呢，如何回家边养生边制造口福给你的家人。要食材好，然后呢，也要烹饪的好。烹饪的得宜，你的家人就会天天吃，天天吃那个效果就是哇加倍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谢谢各位。周一到周二晚上10点到11点，记得准时收看《景气到我家》，看了就景气了。